想到还是个凡夫俗子。后悔了？后悔了。晚了。晚了。哎，请进。小姐。小六，怎么还叫小姐呢？我。你打算让我一直站在门外吗？哦。不祥的人怎么能不会喝酒呢？小姐，不能喝。小六，你不喝是吗？那你就去睡觉，我一个人喝。哎，小姐，喝不喝？喝。来。兄弟，对吧？嗯。喝。哎，英子，你把眼睛闭上。嗯。你把眼睛闭上。嗯。看吧。是我的照片吗？你从哪儿拿到的？这是你给少爷的，我偷偷的拿走了。少爷再问我，我就说丢了。其实我一直留着呢。小六，小六，我一直以为你挺傻的，没想到。骗晚钟哥，那你为什么要还给我呢？英子，我再也用不着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从此以后，时时刻刻我都能看见你，我再也用不着这个了。小姐，我也问你一个。嗯。哎，什么叫暗恋？暗恋嘛，比方说，我。喜欢晚钟哥。嗯。可是晚钟哥呢，一直就把我当成妹妹。可是我的心里啊，就是喜欢晚钟哥。可我又不想告诉他，这就叫暗恋。不是，少爷说的是我暗恋。你？啊。你暗恋谁呀？我当然是暗。啊！不，我没，
没按，谁也没按。你回答不出来，喝酒，喝酒。儿子，小心！起来这么早干嘛呀？鸡还没叫呢。你不起来的更早啊？偷偷摸摸的干什么呢？怎么能叫偷偷摸摸的？我这都光明正大呀。这两天不忙活婚礼的事儿，把酒坊的事给耽误了。我只是要把丢失的时间给找回来。酒坊变药房了？不懂了吧？这个是酿酒用的草药。酿酒用的草是酿红粉浆。嘘，什么呀嘘，这么早哪有人呢？万一呢？王叔把药方给你了。对呀、啊、对呀、啊、哼，我说呢、哎、不许胡思乱想啊。我告诉你，我绝对不是因为这药方才提出要和银子结婚的。有一句话叫越描越黑。行了吧你，跟你说实话啊，秦思远和银子结婚的第五天，王叔就已经把药方给我了。难怪那个秦思远恼羞成怒，狗急跳墙。哎，有了这药方，醉福祥是不是就能酿红粉嫁人了？是啊，但是也不会一下就酿出来啊，这需要一个漫长的实验的过程。再说了，红粉佳人谁也没喝过，咱也不能糊弄啊，砸了醉福祥招牌怎么办？你傻呀，谁也没喝过多好啊，你说什么味儿就是什么味儿。嘿，亏你还是生意人呢、哎、是吧？你怎么能这样呢？生意人是要讲究诚信的。啊，知道知道。这酒我是这么想的，我打算算了，跟你说你也不懂。小瞧我。但是我觉得，要是能把红粉佳人酒坊买回来，那多好。我也这么想，但是咱们现在没这能力啊。哎，算了，别着急了，饭要一口一口的吃，路要一步一步的走，知道吗？我帮你干点什么？笑什么呀？这就行了，干活。哟，六哥来了。哎，行，六哥，新哥，新哥，恭喜啊！恭喜啊，六哥！谢谢，谢谢，哎，恭喜恭喜！谢谢，忙着忙着忙着。哎，好嘞。少爷，少爷，新郎官来了，新人新气象，衣服不错呀，看看。少爷，谁给做的？真合身。对对。
银子还是银子给挑的呢，不错。少爷，嗯，哎，起床。你看我还没给你准备红包呢。不用不用，少爷，啊，告诉你个好消息。什么事儿？嗯，秦家要出售红粉佳人酒坊了。出售红粉佳人？是秦府管事的悄悄告诉我的。出什么价钱？我问过秦老板，他说还按照当初卖给黑虎帮那个价钱，去掉一个零头，整整17万。价格还合适，可我们一时上哪凑这笔钱去呢？哎，是。扩建最富祥也花了不少钱，现在一下子拿出这么多，确实很难。周五啊，酒坊那边能凑多少钱？最多也就个3-5万吧。哎呀，3-5万块钱，连个零头都不够啊。爹，钱的事儿你别发愁了，我来想办法。哎，万中媳妇儿，我说句不中听的话啊，咱们醉福祥是正经生意，不想和黑虎帮沾边儿，怕以后传出去影响不好。我说多虑了，我不用黑虎帮的钱。那你还能从哪儿变出钱来？嫁妆啊，我哥走的时候给我留了10万大洋。啊，不不不，这不行啊，怎么能用你的私房钱呢？可我现在是吴家的人呢，我的钱就是吴家的钱，对吧？爹，那你유원상과홍분자레노사가클라우카이돌다도하이소시스로가나주는대화타시타이감데모홍분자로신윤샹이발쇼사레르코도와와타시타시니토데이이코도데스요오마에와사라니에사와타이타오가이토데모손나히스요가아르노카자小島さんから見るとどうしますか。元に戻す。お安城に売ってあげるんですか。そうだ。しかも最低価格でだ。なるほど。了解しました。请问小姐，你是？我是夏田惠子，受洋行小岛先生的委托，前来约见秦老先生的。啊，秦某与洋行素无来往。听说秦老先生有意要出售红粉佳人酒坊，恕老朽直言，我们秦家从不与洋行打交道，就是出售红粉佳人，我也愿意把它卖给无罪镇酒行的朋友。所以惠子小姐，实在是对不起，让你白跑一趟。秦老先生，不知道令公子有没有跟您说过？红粉佳人酒坊有洋行的股份在里面。股份？什么股份？令公子曾经跟洋行借过10万块大洋，经双方协商之后，这是作为红粉佳人的入股资金的。10万大洋？我怎么不知道？这是令公子亲笔签过的契约，请秦老先生您过目一下。这不可能，不可能！当初购买醉福祥的时候，是我亲自和老掌柜吴怀成签的约，所用款项都是从我秦家账上支出的，何曾用过洋行一分钱？秦老先生，您稍安勿躁，坐下来谈。据我所知，令公子在上海欠了不少的赌债，跟我们洋行商量之后，决定用红粉佳人的股份进行抵债。赌债？没错，所有的文件都在这里，请您仔细过目一下。
此说来，我们秦家在红粉佳人只是个小股东了，连出售的权利都没有了。您当然可以出售自己的股份，我们都给您算过，一共是80000块大洋。这个畜生，秦家的脸都让他丢光了。也罢，你们拿80000大洋，红粉佳人就是你们的了。秦老先生，我想您是误会了，我们没有想买您的股份。你们到底什么意思？我们只是希望酒坊可以物归原主。洋行已经是大股东了，我秦家还有这个权利吗？您当然有这个权利，不过这件事情最好是你知我知。你的意思老朽明白了，你是让我以80000的价格把酒坊卖给醉富强，你们就成了醉富强当之无愧的大股东，对吧？秦老板果真是一个聪明的人。对不起，这事儿我不干，你们还是自己和醉富强交易吧。秦老先生，我已经养了一条吃里扒外的狗，不能再帮你们再养一条这样的狗。秦老先生就不怕声名狼藉，成了当年的醉富强第二吗？什么意思？这个交易你必须做，而且必须和醉富强做，否则秦家将会比当年的吴家还要惨，而且是惨不忍睹。你姐，人家惠子小姐可是大股东，她要是不同意的话，我看就算了吧。不行，红粉佳人我势在必得，不为别的，就为了争一口气，我必须得买下来。我要吴怀成亲眼看看他的醉福祥最终还是落到我余婉霜的手上。可醒元祥已经不是你一个人了，如果惠子不同意，这事儿啊您办不成。红粉佳人我自己买，不用别人插手，我自己筹钱，我还有点私房钱。对了，富贵，您手上……而且您别看我呀，我手上可一分钱没有。而且这个是我把玩撑场面的。婉霜，这是我积攒的200块大洋，既然你需要就拿去用吧。哎呦，凤山师傅您真是及时雨啊。我先走了。各位，犬子思远因重要公务回上海去了，秦某呢在酒业又是个外行，所以我决定出售红粉佳人。在座的各位老板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将它买下，我特意请了王老板和黄老板来作证。秦老板，醒元祥正准备扩建，既然你出手，那我就买下来。等等，秦老板，红粉佳人原本就是醉富祥的，您现在要出售，是不是应该优先考虑我们呢？曹小姐，对不起，应该称呼你吴夫人才对，但是总得分个先来后到吧，商场也有商场的规矩，哪有这个道理啊？就算你不懂，吴家的人也不应该不懂吧？于阿姨，您刚才也称呼我吴夫人了，我不是吴家人吗？再说，
红粉佳人是醉福祥的祖业，在座的各位都知道吧？吴老板，贵夫人年轻聪慧，可是也太不懂规矩了。不过没关系，我不会计较的。可是醉福祥早就卖给秦家了，应该由秦家做主，秦家又不是当铺，哪有说谁先卖东西谁就可以先买回来。二位请坐，不必再争了。红粉佳人是在醉福祥的基础上改建而成，这是众所周知的。如果吴家愿意买回的话，秦某当优先考虑。秦老板，于老板，你已经有了醒元祥了，何必一定要争这一席之地呢？这块地方是吴家一砖一瓦建起来的，啊，人亲不如土亲嘛。吴夫人，秦老板，如果吴家您肯出25万大洋，现在就可以签约。25万？不是17万吗？您怎么能坐地起价呢？自古买卖就是如此，价格高低随行就市，有价有市就无所谓高低了，对吧？那也太离谱了吧！知道的您是卖酒法，不知道的还以为您抢钱呢。我说错了吗？吴夫人性格爽朗啊，直言直语，老夫我并不介意啊。在座的各位，有谁愿意出这个价买下这个酒房？秦老板，我说两句行吗？行。商品的价格随行就市，真没错。可是您说的这个有价有市，我就不太明白。今天无罪镇所有的老板都来了，可是我好像没听说有人出25万大洋这个价格。那您这有价有市从哪儿来的？你的意思是说我故弄玄虚，欺骗众人，想赚这8万大洋了？秦老板，我不是这个意思。既然您能说出25万大洋这个数字，就证明一定有人给过这个数字，对吧？秦老板，您在吴醉镇德高望重，我相信您不会为了这几万大洋故弄玄虚的。大家说是吧？是啊，有人会出这么高的价格买这个酒房呢？是啊。我去，鄙人稍等中见，请多多过奖。我代表吴醉镇洋行前来洽谈租房的商务协议，我愿意出25万大洋买这红粉佳人。啊，25万？诸位，小岛先生虽说出了这个价，但是目前尚未成交。吴醉镇的商业同仁们如果肯出这个价，秦某当优先考虑。红粉佳人毕竟是我们吴醉镇的酒坊，我当然愿意出售给自己人了。小岛先生，你不介意吧？我不介意，我是中国人的朋友，对于中国人的自主心我很欣赏，也很敬佩。各位意下如何啊？如果没人出这个价，那秦某最好……醉福祥买了。不过秦老板，能不能宽限几天？醉福祥不能一下子拿出那么多现钱来。吴夫人，这恐怕不合适吧？有什么不合适的？几天而已啊。难道秦老板害怕醉福祥会赖账？既然吴夫人愿意出同样价的，
忘几天就忘几天。不过，总有个期限吧，三天如何？三天。既然如此，那秦某就多等三天，三天之后付款签约。上哪儿弄的十几万块钱去？上回凑那十七万大洋就费了劲了，你这连少奶奶的嫁妆都用了，这上哪儿再凑那八万块呀？这么好的酒坊卖给日本人，实在是太可惜了。说话呀！我现在说话不好用，钱说话才好用。那就想办法再借点钱。还借钱啊？酒坊扩建的时候已经借了不少了，不能再借了。那怎么的？那就看着这酒坊让日本人给收了。为什么不能跟醒元祥联手呢？什么？那醒元祥他能答应吗？不是怎么知道？哎呀，我看不用试。我总觉得吧，酒越喝越醉，仇越结越深，疙瘩也总得解开。这是条出路。爹，您觉得呢？你是经理，你看着办。这余婉霜跟吴家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呢？那这么说，余婉霜是你小姨？对，我的亲生母亲叫余婉秋，他们两个人是孪生姐妹。原来无罪镇最不共戴天的两家人是姨表亲戚，而且还是同行。其实我特别想不通，为什么他们非要斗得你死我活的。所以你才想要和醒元祥联手买下红粉家人。联手？对。吴少爷，你觉得可能吗？这是我的希望。那我肯定让你失望。于老板，我觉得我们两家人应该平心静气地坐下来，开诚布公地谈一谈，解除我们之间的误会。误会？你们吴家杀死人，随便说一句误会，就觉得没做过是吗？吴怀成肯定告诉你，当年我姐姐去醉福祥偷红粉家人，你们害死我姐姐，还把罪名扣在她头上，你们不觉得过分吗？于老板，你的姐姐不是被吴家害死的，她是难产死的。你说什么？我爷爷当时就是因为太顾及颜面，没把这件事情解释清楚，才会造成今天的误会。于老板，我很诚恳地向您道歉。啊，哎，慢点啊。老爷，秦老板求见。哦，秦老板，请讲。惭愧呀，我都无颜面对你了。哎，事情已经过去了，不提他了。请坐。哎，上茶。秦老板，有什么事情吗？还不是为了酒坊的事。
我来找你，就是想和你商量商量。酒房是你的，找我商量什么？说心里话，我们秦家对不起银子小姐。事情已经过去了，你可以这么说，我不能这么说。秦老板，摔锅说锅，砸碗说碗，咱不能搅在一起吧？可是，你说你是我姐姐的亲儿子，吴婉中，你觉得你随便编个故事，就可以掩盖你们吴家的罪恶吗？吴老板，我告诉你，你们吴家害死我最亲的人，这个仇我一定要报的。我想把酒坊物归原主，你看如何？物归原主，还是卖给吴家？据我所知啊，吴家现在拿不出25万大洋来。王兄啊，洋行已经打了我的脸，您就别再……那你的意思是17万大洋？八万。这个秦老板怎么回事啊？一会儿天上一会儿地下的。起初我也觉得奇怪，他说这25万的价格是为了堵旁人的嘴，他是真心实意想把酒坊物归原主。是不是他当年把你逐出酒坊心中有愧啊？心中有愧也不能这样啊，不像是在做生意，像什么？反正我觉得这里边有事儿。我觉得要不还是先拿下来吧，省得夜长梦多，你再落到日本人手里。我看这样吧，你们先拿出8万，剩下的9万可以作为秦家在醉福祥的股份。没什么可说的，该说的话我都跟王老板说清楚了，你们愿买则买，不愿买没有人能强求你们。秦老板，我觉得您跟王老板说的不是实情。此话怎讲？那晚辈就斗胆说两句。秦老板，您是生意人，但不是那种掉在钱眼里唯利是图的生意，所以您不会为了那8万块钱把在吴最镇商界这么多年的声望给毁了。当然您更不会做亏本的买卖，所以现在已经不是酒坊买卖的问题，这里边一定有您难以启齿的事情。这件事儿跟秦思源有关，他在回吴最镇之前在上海日本洋行做事，所以跟日本人打交道轻车熟路。我大胆的猜测一下啊，红粉家人酒坊现在已经不是秦家的，至少不完全是，对吗？上午到商会签约吧。
是七万。走好自己的路，做好自己的人，不要像那个畜生。金老板，你是在戏弄我？不，你在戏弄法律呀、啊、此话怎讲？央行是红粉家人酒坊的大股东，在没有任何实权的情况下，你是无权出售全部的。小岛先生，你错了。当初买醉福祥，我秦家出的是全价，没用你们央行一分钱。所以这红粉家人酒坊是我们秦家的，准确的说，是老朽我的。至于秦思远和你们洋行签订的什么狗屁承诺，那是他自己的事情，和老朽没有关系。哎，你们可以到法院去告他。金老板，你难道忘了贵公子留下的那封信吗？此信一旦公开，您在这武则镇可就没人做人了吧？要按照你们说的那样去做，那才叫真正的不要脸。告辞。祥的人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把吴家几代人的梦想，真正的红粉佳人酿制成功了。列尊，列尊在上，醉福祥，醉福祥终于酿出家人，崔福祥も红粉家人作りました。お酒の店も買ったり、美味しいお酒も作ったりして、彼は今回絶対満足するでしょう。ふん、奴はそんなに手に入れない。いずれ我々のものになる。しかも王仁朝、中国、東南アジアまでもだ。管中啊，你现在可是今非昔比的大老板了。哎，几年不见，你这拍马屁的功夫见长了、啊。拍什么马屁呀、啊？来说个正事儿。啊，你捐给义勇军的钱已经顺利的送到东北了。我的朋友托我向你表示感谢。甭跟我这假惺惺的客气。你说，骑不了马，拿不了枪，咱们国家出这么大事儿，我不能不管呀。我只能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以后有什么需要，随时跟我说，只要我能做到。行行，还算你小子有良心啊！管中，哎，快躲起来，躲起来！这儿呢。管中，怎么跑这儿来了？来，我给你介绍一位朋友。谁啊？徐娟，下来了吗？
雷一鸣，你怎么来了？啊，我来了。我们俩到省城好几次都没见着你，你也不跟我们联系，把老同学忘了吧？怎么可能呢？我能忘了吴婉中，但我能忘了你这朵美丽的鲜花吗？这话说的着急啊！哎，我得问一下你啊，少奶奶，这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生活是不是很惬意啊？你能不叫我少奶奶吗？我貌美如花的把我叫老了。我告诉你，曹媛媛同学现在是醉福祥的账房先生。我现在是生意人，懂吗？财政部长大权在握呀，权力老大了，厨房那点事儿全归他管。行，行使一下你的本职工作，去跟厨房说，今天做最好的，咱们刘一鸣在这吃晚饭，尝尝我们新酿的红粉佳人。好，那去吧。对了，伙计说小岛来找过你。小岛，婉中是在省城开酒坊交道吗？对啊，怎么了？婉中，我得提醒你一句，日本在全国安插了很多的特务，他们以不同的身份来做掩护，可能是要为战争做准备。我想小岛应该也是其中的一个，你们俩一定要小心。